各位同學，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下咧 change of subject of a formula， change of subject of a formula。咁我哋想睇下咧，就係喺我哋嘅 study notes 嘅 page 15， 好嘛 ？page 15喺 exercise 嘅 1F。咁我寫低嗰個 formula 先啦。P 等於2 over R。減 A， 咁佢想我哋咧將 R 咧轉做 subject。咁如果想將一個樣嘢轉做 subject， 都係有一啲基本嘅原則，佢就係同佢有關嗰啲擺埋一邊，同佢冇關嗰啲掉去另外一邊。好似阿 Mint 講咧，就調嚟調去咁就得噶啦。咁記住，我哋嗰個 rule of balance， 你記唔記得 rule of balance 係點做噶？就喺左邊做一樣嘢。右邊做翻相同嘅嘢 ，OK， 開始咯噃。咁我哋每邊加 A， 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係移 A 過去啫。好啦 ，OK。咁然後我哋每邊乘 R， 咁即係話咧，將個 R 乘上嚟啦。啊 ，sorry， 我做錯咗啦。咁我要咧 ，OK， 擦先 ，OK， 每邊乘 R 就係好啦。應該剩下 P 加 A 等於 2， 是不是好像 solve equation 一樣？這裡就是 R 乘了一個 bracket， 如果我們只想知道 R 等於多少呢，我們只需要每邊除，將它移項，整項一起移，不可以將 P 加 A 分開來移，整項移就是 over P 加 A， 整個移了過去，這個就是我們 R 做 subject 了。